哦，无闲几工啊，即阵会使小可休困一下。伫遮有精彩暗时新闻，主题分享，予你上轻松的暗头啊时间，请收听每天下晡六点半到七点的暗时报报。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每天暗时六点半进行到七点的暗时播报，我是主持人阿秋。今天是新的礼拜，礼拜一，五月二十二号。那么咧，今马上来关心一下最近发生的重点新闻。报报，重点新闻。教育部公布高教生根计划第二期112年核定经费，一般大学和技专校院分别以台大超过24亿元，台科大4.24亿元最多，都比前一年增加超过1亿元。教育部高等教育生根计划15年为一期，第一期从民国107年到111年底到期，112年进入第二期。行政院在去年11月底核定高教生根计划第二期，5年总经费约新台币970亿元，比第一期增加了132亿元。新北市金山区金包里慈护宫每年都会从金山步行恭送二妈返回野柳妈祖洞，这不仅是全台唯一海岸绕境活动，更是当地年度宗教盛事，今年将在6月3号登场，暌违3年再度恢复以往规模。金包里慈护宫已经有214年的历史，是北海岸地区的信仰中心。每年农历4月16号最大退潮时，都会举办全台唯一的海岸绕境活动，从金山步行恭送二妈返回野柳妈祖洞，这也是庆祝北海岸传奇妈祖文化祭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好来新闻报刷，歇睏一下，为大家报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哦，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儿歌啊，吼，大家拢会晓唱的。草莓啊，人家讲，家讲乒乓跳啊，草莓啊，人家讲，来自洪荣洪先生所演唱，大家做回来欣赏。十八伊都唱古唱，无二只老啊伊都如电流，看到小娘啊伊都面白油，海外乌人啊伊都老风流啊伊都那爱油啊伊都老风流，草莓啊人家讲啊家讲啊比薄条。人吃老啊，伊都人爱惜，唔通变相啊，伊都老不休。若是爱我，伊都做朋友。可惜日时啊，伊都断嘴手啊，伊都那爱又啊，伊都断嘴手。草莓啊，人家讲啊，家讲啊，皮薄条。嫌我嘴臭啊，伊都歹看相，我手来提啊，伊都光溜溜。你着教我，伊都脚永久。少年枭雄啊，伊都无袂溜啊，伊都那爱溜啊，伊都无袂溜。草莓啊，人家讲啊，家讲啊，比薄条。草莓啊，人家讲啊，家讲啊，比薄条。
阿兄伊都人清秀，做阵一对阿伊都像鸳鸯，讲话三步阿伊都好样相，配着老兄伊都心内忧阿伊都哪爱忧阿伊都心内忧，草莓阿人加工，阿加工阿蜜薄条。兄这是啊，伊都老选手，小石海边啊，伊都来去游，免惊落海啊，伊都着花球，少年落水啊，伊都命会休啊，伊都哪爱摇啊，伊都命会休，草莓啊人加工，啊加工啊蜜薄条。这款啊，伊都戆戆想，自作聪明啊，伊都戆自张。若是爱你啊，伊都做牵手，叫我后世啊，伊都吃来求啊，伊都哪爱摇啊，伊都吃来求。草莓啊，人加工，啊加工啊，蜜薄条。草莓啊，人加工，啊加工啊，蜜薄条。阿明啊，嘴洗洗嘞，好通睏啊哦。哦。啊，春队啊。阿明啊，你水阁无关好好啊啦，你是唔知影水爱俭俭啊用哦。哦，那有要紧啊？啊，省水也无差我一个啊，嘛无差几滴啊。我袂睏啊啦。妈，便所足臭的呢，什么人放了无冲水啊？因为欠水，都拢无水啊，要哪有水通好冲便所？妈，你的花哪会拢大口口啊？看起来要翘起啊呢？因为欠水，人迄滴瓦都拢无水通压啊，要哪有水来压花？妈。我就水呆呢，灶卡奈拢无水通啉。因为欠水，地球都拢无水啊，咱人要哪有水会当啉？啊，阿哥，我就水呆，我就水呆，我感觉无水就痛苦，就痛苦的啊啊！阿明啊，你是安怎啦？妈，水足重要诶。当然啦、啊，水真正足重要，比你较重要。嗯，我对即马开始要好好爱惜水资源。对对对，爱惜水资源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而且咱若无水，真正足歹过日。对对对，有水当思无水之苦，若无水，你苦我苦大家苦，你苦我苦大家苦。万万唔通到这步，日常省水俭俭啊用，一滴滴啊水嘛爱国。渔业广播电台提醒您：爱护地球，节约用水，永续水资源。渔业的传承就是在这里。动听的音乐全都在这里，渔光 AM 七三八，抱抱，趣味单元。Hello， 欢迎到来暗时宝宝，我是朱麒麟阿秋。今天呢，礼拜一要来跟大家讲到的单元主题是万物皆消。所以今天阿秋呢，要来和大家讲到一种，
参像迄国歌啊吼，唔过伊有一个足好听的名叫做帝制啊吼，帝制啊，皇帝的帝啊，那这个制呢就是那个鸟类的制啊，我唔知要咩讲，就帝制的制。好了吼，来介绍这种物种啊吼，帝制。智学名是什么？地沟是米加多，有个称作黑蔷薇智、台湾地智，俗称罗汉卡智、罗汉角智、海智、乌智，是台湾特有的蔷薇智属鸟类，分布在台湾的中高海拔山区，最高曾在3850公尺附近看到。是台湾智科鸟类中栖息在最高海拔者，帝制被列为世界近危鸟类，与蓝腹鹇同为名列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台湾特有智科鸟类。帝制的形象还被用在1000元的新台币纸钞的背面，以及中华航空在2016年所引进的新型客机空中巴士 A350 的机身彩绘，更曾为2007年台湾永续生态协会、台湾国际观鸟协会与立委推动的非官方国鸟选拔中被提名的鸟种之一。英国鸟类学家华特·古费洛1906年在阿里山采集鸟类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装饰在原住民头上他从未见过的两片漂亮稚类长尾羽，因其恰好回国在即，所以只带了这两片尾羽回到英国。经过一番研究后，这两片羽毛的主人被认定为台湾特有的新鸟种，属于稚科属。后来由美国鸟类学家威廉·毕比并入长尾稚属，并由同为英国鸟类学家的威廉·奥吉维格兰特在当年命名成 Colophocus migado。 migado 源自于日语，汉字写作帝或玉门，为天皇的尊称。通常学术界发表新物种时必须根据完整的模式标本，但对于帝制却破例只根据两片尾羽而已，因为研究人员很明显可以确定它是未曾发表过的新种。1906年的11月，任职在台湾总督府博物馆的标本采集人菊池米太郎，也在阿里山塔山附近采集到20只帝制，一部分经由当时住在日本横滨的贸易商 Alan Austin 送到欧洲。在1907年，经过 Last Child将帝制的正确长相经过一番叙述后发表于学界，至于活的帝制则是在1912年首次到达欧洲。2018年帝制的基因体完成解码，为台湾特有种鸟类首次。此次研究结果推测帝制约在292万年前首次出现，约相当在上新世赞克尔其中期到皮亚琴其中后期之间。好啦，在有关地质的资料先介绍到这，咱先来休困一下，为大家播送一首歌曲叫做《大红公鸡毛腿腿》。那我就讲话啦，《大红公鸡毛腿腿》来自王慧云小姐，所以就大家做回来欣赏。天哪，那个巴啦啦啦一呀嘿，杨柳呀，东方长青一朵红。
公阿公，我回来了呢。哦，好佳哉，你回来啊！来啦，帮我转看卖 AM 738渔业广播电台啦。咦，无声呢，阿公。哦，啊，无试看卖 AM 1143，嘛是渔业广播电台。好，嘛是无声呢。我还有一个宜兰1593千赫。好，阿公，你安尼哪有可能转有啦？哦，对啊，啊，咱这全无啊，因为咱这是南部。唔是啦，阿公，你这台收音机吼，哪有可能转有啦？你根本无到电池嘛。哦，安尼我唔着，搁爱去买电池。买，搁爱顺续甲你买面哦。唔是啦，我是讲免啦，免买电池啦。阿公阿公，你手机啊，甲伊摕出来。嗯，喏，我伫遮。来来来，我们来去吼渔业广播电台的官网，对线上即时广播甲伊点落去。24点钟的好处边，企业广播电台 AM 738。你看你看，安尼就听我呢。渔业广播电台 AM 738 1143宜兰1593千赫，渔业广播电台官网首页各点线上即时广播也听得到。欢迎回来，阿姆西宝宝，我是朱麒麟阿秋。咱拄只讲到地质，然后地质啊，一种天皇的鸟类啦。好，接下来为做补充。我讲钓鲸，黑长尾雉具有长尾雉属鸟类的特征。雄鸟体长大约97公分，体重约1100公克。雌鸟体长约55公分。体重约700公克。雌鸟跟雄鸟的羽色有显著的差异，雄鸟全身呈现紫蓝色金属光辉的纯黑羽毛，只有尾羽有明显的白色横带纹，嘴角是黑色的，脚暗灰色到绿褐色。雌鸟大多呈现橄榄褐色，尾羽具有黑色的横斑。雌鸟跟雄鸟的眼睛周围都会有红色的皮肤。地质个性娴静，但领域性强，除了在繁殖季时，否则很少有两只以上同时出现的情况。他们会把巢筑在树上的窟窿里或地上，以草茎等等作为粗糙的巢座。昆布地窟，地质仅见于台湾的中央山脉与雪山山脉，栖息在海拔1600公尺到3300公尺的原始针叶林、草原混生地带。甲蜥蜥冠，地质生活在高海拔山区、坡度较陡峭的针枯叶混合林、针叶林，也常见于箭竹林等等浓密的树丛中。地质的饮食和鸡相似，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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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常见边走边用强健弯曲的喙啄食，用叶吹的咚的掉了，咕咕咕咕咕。春夏植物更新茂密时，
他们会吃紧低头，不停啄食地表植物的新芽嫩叶。秋冬绿色地表植物欠缺，主要会啄食草籽、浆果、地衣等等。火炭母草、玉山悬钩子、五节芒、车前草、枣禾苗等等也都是它们的食物。另外，当它们正值繁殖期或是度过炎冷的寒冬时，也会改吃荤，像是蚂蚁、蚯蚓、甲虫，这些都是它们的美食。地质主要以蕨类的嫩芽、球根、浆果以及昆虫为食。它们在成荤的时候最为活跃，这时它们会到比较空旷的地方觅食。地质的声音，地质的鸣叫声常见的有五种。第一种是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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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较低沉的声音，也是最常听到的声音。在平时走动或是啄沙土较为放松的状态，就可以常常听到这种连续性的声音。另外一种是音调比较高所发出来的咕咕咕咕咕咕，通常发生在发情期或是警觉到有威胁者在附近活动的时候。第三种是叽叽叽叽叽叽，出现频率比较少，大多是威胁者入侵感到有立即危险的时候会发出来。第四种是呼呼呼呼呼呼呼，这是在发动攻击、伸啄、抓踢的声音。最后一种是这个也是平常时候在走动的声音。以上就是地质鸣叫声常见的五种形态。那么呢，听秋姐姐的不一吼不准，好，来听一下因为本尊然后地质的本尊所发出来的声音是如何呢？来个听看麦嘞。哦，这就是地质的叫声，真正的叫声啦吼。繁殖，三月到七月是地质的繁殖期，这个时候雄鸟就会战区斗殴，发出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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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的叫声。求爱的时候抬头挺胸，频频振翅炫耀。逼近雌鸟后迅速啄头踩背进行交配。繁殖求偶期在春夏季节，但在十月之间也有记录过雌鸟孵蛋的行为。地质每窝平均会下三颗蛋到十二颗蛋，蛋壳呈现白黄色，孵化期为一个月。不有总轰，地质在过去面临林业砍伐、森林的压力，数量逐渐减少，但是目前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玉山国家公园近年来野生的地质族群有增加的现象。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的红皮书从1994年版将地质定为近危物种。这个绝对不能让它灭绝啊！这地质嘞，长得很像蓝腹鹇呐、啊，根本不是。然后你还可以搜寻一些图片哦，快哎，啊、这不是蓝腹鹇吗？不是哦，这个是地质哦，吼，哎，你看这个地呀、啊，哎，它才是带有天命的呢，所以啊，绝对不能让它不见呐、啊，消失了，那台湾就没有黄鸟了啊，吼，天皇老子的鸟啊，哦，所以呢，一定要保育地质，保育地质啊。啊，听到讲吼，因的族群吼有增加的这个状况咧，嘛是袂歹，然后这是好消息啦。一定要保持万物哦存在的这个生态结果了哈。好了，那么时间的关系咧，差不多这部要来到尾声了。咱今天的暗时宝宝，我要在这先告一段落了。那么最后要为大家播送一首歌，
哎，这首歌嘛是常常咧听到的儿歌三百首其中之一啦。甲咱一开始讲到的迄条草莓两家讲咧吼，有异曲同工之妙啦，应该是同一个时期的吧？哦，还是讲唱到的话嘛，受到这条歌啦，就叫做《丢丢糖啊》，一样都是很著名的台湾那个儿童民谣啦吼。丢丢当啊，伊都阿罗，伊都阿罗，伊都蹦坑来无？这阿秋会记得讲，较早国小的阵是爱跳迄健康操嘛。哦，在跳健康操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首歌啊融入在其中哦。那很多首这个儿歌嘞、民谣嘞，把它融入那个健康操的歌曲里面啊。丢丢当啊，伊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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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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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嘿咻嘿咻，呼哒哒噔噔，哈，安尼无，呼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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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哦，好怀念哦。所以那是讲到这条歌嘞，我都会想着讲，哎，是时间啊，哦，是时候来跳一下健康操了哦，好。好了，那么来听方瑞儿小姐所唱的《丢丢糖啊》，大家撒由那啦。Goodbye.